唔算嘅，嗱嗱呢個我哋咧就話阿 Greg 尋日咧都就住呢件事咧都好好詳細解釋咗啦。其實我冇咩特別嘅補充噶啦。啊，但係我都希望啊啲議員咧，尤其是係泛民議員咧，啊都可以即係瞭解呢個咧係一個受業界支持嘅、受法律界支持嘅法案嚟嘅，亦都對香港嘅經濟咧係重要嘅。咁我希望佢哋喺3月2日嗰個星期咧，就懸崖勒馬，係就支持呢個法案，等呢個法案咧可以順利通過。局長嘅講法會唔會係叫立法會主席展報嘅暗示嚟？我諗佢冇咩暗示嘅，即係佢係講一個事實出嚟。呢個咧就我講清楚而家嗰個情況，但希望咧立法會嘅議員咧係支持呢個法案。唔該曬。